小明问上帝，这里提到上帝。小明说：“我当初怎么就会喜欢我老婆呢？她没有身材，没有钱，也没有头脑。”上帝就回答他：“如果她都有的话，她不会看上你。”真的，我们人生啊，就是迷糊的时候啊，才会做错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智慧，智慧。我们信仰也是一样啊，要有智慧。你没有智慧的信仰就是迷。迷的时候啊，你就选错了。所以一切都是智慧。